三省铁路，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铁路的一部分呢？后来发现只要给点耐性，原来真的会有架高铁来的，个车厢设计都挺漂亮，又可以看到风景。后来我还发现它和其他的元宇宙一样，都可以给指令 Avatar 去做动作的，等了没多久就已经去到第一个站了。咦，落车了喔，再看真这架高铁，都真的挺漂亮的。这个站似乎渺无人烟，什么建筑物都没有，不如就看看地图啦。我们现在就身处于这个站上面，而相信如果我再继续搭高铁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去到台站和广州南。